请全体起立，奏国际大体联会歌。李毕，请坐下。各位领导，各位观众，下面为您介绍运动员名单：法国队三号卢内斯，五号杰罗姆，九号西蒙，十二号蒂博，十四号马修。The visiting team starting five players. Number 1, 9, 16, 18, 35. 客队一号莫克拉，九号马克西姆，十六号贝克汉姆，十八号俄米克罗，三十五号弗拉尼斯拉夫。The home team starting five players. Number 3, 5, 9, 12, 14.
乌克兰队公路赢球，进球队员10号戴维，场上比分仅1比1。 Thank you.
乌克兰队请求暂停。
上半场比赛结束，场上比分0-1，请欣赏啦啦队表演。下面为您介绍运动员名单。
to one of the nation's first comprehensive tourism demonstration centers. Welcome to the subject. 当科技复兴，疫情已趋远。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、共青团增强三个能力的重要批示精神，结合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新定位、新部署，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发展面貌，推出建库并品牌，发布知识科创丛林共识金融方案。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建行迎来70发展。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上海金汉人的新贡献。东方巨响，初心启程，星星民族，复兴国家，以卓越服务，创时代佳绩。 上海与统计基础实网络强国国家战略，加快构建新型数字信息基础设施，降低打造4张精品网，当前证券与科技也算你的算法为代表的新型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。
Thank you.
法国队攻入球，进球队员十一号阿卜杜勒，场上比分一。
国队请求暂停。Thank you.
运动员名单。